五股泰山三峡，还包括了土城，因为地价的优势呢，成为了首购的最爱。算的话，我大概是差不多六七百万。二十年摊下来还的利息的数量，其实是差非常非常多的哦。当整个房价修正的时候，绝对是郊区开始跌，价格一定要杀。